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赵小兰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副研究员。因为孕前补充叶酸可以明显降低神经管畸形的发病率，而且呢它还可以预防呢胎儿先天性心脏病、脐膨出、唇裂、腭裂等。那么补充叶酸它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孕前补充叶酸可以预防呢孕妇晚期先兆子痫的发病的风险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在优生优育门诊的临床过程中经常呢遇到意外怀孕的病人，那么病人怀孕之后告诉我了，哎呀大夫，我没有补充叶酸怎么办？那么如果你在孕前三个月补充叶酸，我们让病人连续服到孕后三个月，那么这个漏洞我们就可以把它堵住了。实际上呢，神经管呢闭合呢基本的是孕六周以后闭合了，那么如果你怀孕三个月以后才发现补叶酸，实际上在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个作用叶酸已经起不到了。那么是不是我超过六周或者是晚一点了我就不吃叶酸了呢？不是，就即便是你怀孕超过六周，你也还是可以补叶酸的，因为叶酸它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畸形。